詹文，你跟阿星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小说啊，别再玩了吧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说你爸叫你干嘛你才干嘛。你出现之后，很多烂事都消失了。我提醒过詹文多次，不要跟你走这么近。这个世界什么也改变不了，我们希望快点死一死。好像所有事情都有一条线，我跨过去就是故意的，跨过去就成年，跨过去就回不了头了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终于能够掌控我自己。